新生的状况，我们再次掌声，代表鞭炮声，提前庆祝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 报告一长，报告所有的好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是立友可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天。我的外公啊，今年98岁，被我的舅舅啊，从我们彰化秀水那边今天开车到我们通霄渔港来看我的表演，因为他说他好久没有看到我了，我们给98岁的我的阿公哦，我好想给他吹一下。哇，谢谢阿公。然后我的。 然后我的妈妈啊，好朋友今天啊，也都陪我下来苗栗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苗栗就是充满魅力，我们再次对不对？给苗栗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各位。哦，谢谢。好，那阿公感觉好像很喜欢大家，继续给他掌声鼓励。那我就再多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 啊，带来这首李哦，啊，伫个这个三年前的作品《眼中泪》，嘿，各位，谢谢。一起看直播。
好，我们现场的掌柜贵宾，所有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在台上大合唱。那对对，你就是。